好，新闻首先呢，现在看到我们最新的这个总统大选前哨战已经开打了。其实大家非常关心，哎，这个总统的名单到底是谁呢？其实现在民进党大部分呢，就是已经确定了，就是赖清德出战。但是国民党呢，是不是最强的母鸡侯友宜呢？侯友宜现在呢，也不再吼吼做代级了嘛。现在呢，他已经转变为他要为国家奉献。他今天还说会强调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，还要为国家、为人民好好的做事情。这番转变呢，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？是不是也是翻转了民调呢？我们先来看看，其实最新的 ET Today 的最新民调，其实呢，25号公布的2024的总统大选最新民调，其实若是萨卡杜的局势的话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是以34.2%支持度领先，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27.6%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支持度是16.9%。但是若是改为蓝绿的单挑局面，就是侯友宜单独的对上赖清德的话，侯友宜是以39.3%的支持度领先赖清德的37%，还是取回了这个领先的局势嘛？差距也是在误差范围之内。不过呢，是不是也显示了柯文哲参选恐怕成为选战的胜败关键？侯友宜跟赖清德也是陷入到这个焦灼战哦。而且民调呢也是做了调查，民众对于四位可能的候选人的喜好度，其中呢侯友宜是以40.9%喜好度是拿到第一名，领先赖清德的喜好度36.9%，柯文哲喜好度是31.2%，而柯文哲的讨厌度是30.2%，这也是四个人当中是最高的。不过呢，国民党的秘书长黄建廷他其实也有讲话，他其实会觉得说24号有跟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来做会面呢，也针对党内呢2024的这个总统人选征召制度进行讨论。昨天张亚中召开记者会嘛，他透露说呢，党中央是预计下周陆续的约见中广董事长赵少康，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等可能的总统人选。所以现在国民党内是传出来说，尽快的赶快征召侯友宜的声音出现嘛，不管征召谁，征召的人选要赶快出来。党主席朱立伦是说，党最重要的是考量必须要配合主要的候选人的客观环境，还有主客观的环境嘛。所以现在没有明确的表达说是不是侯友宜呢，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开始去，也是国民党开始趋名了，也是他创造出最有利的条件来排除一切的障碍，就是为了这个可能的候选人呢。不过呢，这个可能的候选人会不会是在指侯友宜呢？侯友宜最近似乎也有了起手式哦，他协调了新北市立委的提名嘛，新北市的议员陈伟杰在经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协调之下，改由支持立委现任的侯孟楷。不过呢，民进党新北市多名的议员就炮轰说，三个人的这个时间会面的时间地点啊，就是上班的时间的新北市府，所以他们就批了侯友宜是不是公然的把新北市府变成了党部呢？还说侯上班的时间都是在瞧党务，所以现在蓝绿各自都有问题嘛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刚刚其实有访了中山大学荣誉的退休教授廖达奇，他就说了，其实国民党比民进党更团结，因为民进党还有很复杂的派系问题哦。现在看到最新的民调也显示，民众对于总统蔡英文的执政的不满意度也是破了50%，而且因系未能俯首称臣，所以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于蔡英文他的不满意度是非常的高的。而且现在不管是不满意度破了50%之外呢，现在民进党各个派系呢都是在斗嘛，所以想要在赖清德眼皮下求生存，恐怕2024的选举也会掀起腥风血雨。我们再来看到2024的总统大选最新的民调也是曝光了，侯友宜的支持度呢，其实我们根据 ET Today 的最新民调可以看出来呢，他的民调如果是蓝绿单挑的局面的话呢，其实他的支持度会领先赖清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出来呢，其实侯友宜他现在很紧张嘛，局势就会变成说他其实跟赖清德是在误差范围之内，这也考虑到了国民党什么时候要征召他呢？我们再来关心到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日前就爆料说呢，立委苏巧慧呢2016年当选立委，但是我们先看一下侯友宜目前的最新状况。我都愿意跟大家一起并肩作战，主席跟我都是一起同心齐力，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做事，不再只是新北市，而是要为国家好好做事。最强母鸡侯友宜态度也趋于明朗，还出手协调党内的立委之争，被视为是选总统的起手式。民生才是我们最在乎的，那这些议题是我们要大家要同心齐力的把它关心，把它做好。所以
这些都是我现阶段，不管我在哪一个位置上，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做好，大家一起把这些问题面对的挑战，我们全力以赴。只不过征召时辰未定，基层很着急，但朱伦还有这样的考虑。我们最重要的考量，必须要配合主要候选人主客观的环境，创造最有利的条件，能够排除这些障碍，能够争取更多的支持。看党中央有定见，侯友宜禁止赖清德主张反黑金，还传出朱侯不止通了三通电话处理党务，而是持续热线当中。侯市长跟我都是保持密切的联系，如果你要问我到底几通电话，我可以跟大家讲超过十通以上，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会讨论不同的议题。那这几天我非常谢谢我们侯市长发挥最强的母鸡，能够替地方来化解我们党内初选的一些问题。侯友宜表态光影渐强，反映在支持度上。侯友宜若是单挑赖清德，侯友宜将以39.3%支持度领先赖清德37%，赢了2个百分点。中山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廖达奇直呼说，是因为国民党开始酝酿侯友宜的出战气氛。我想跟他的态度，还有最近国民党比较有酝酿出这个气氛，就是征召嘛哈。再一次肯定，从这个民调看起来，侯友宜无论如何还是国民党最强的母鸡，那个团结性，我个人认为甚至会比民进党现在看起来团结将来会更高。这比前一天盖洛普公布的最新民调，在侯赖对决情况之下，侯友宜落居第三，结果大不相同。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下周起将陆续约见党内的可能总统人选，被形容是猛虎的侯友宜不能够只跟党中央热线，而是要尽早出现。上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茶氨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